以说是我们激起了全国人民乃至全球华人的爱国情怀。你知道这个电影是什么吗？这，你说，《战狼二》是不是啊？是。那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个片段。你能和同桌之间，你想说一说吗？来，左右之间说一说。
的北偏西方向。同意吗？同意。掌声通过。来，陆羽毛。点三在军舰的北偏东方向。正确。点四。来。点四在军舰的南偏西方向。正确。来，点五在军舰的南偏东方向。你们掌握的不错。那其实刚才这个点啊，就是敌军坦克的所在位置，它在军舰的北偏西方向。那王老师啊，就朝着北偏西方向看。打中了吧？没有。老师再往北偏西方向打一次。是没有打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丁兆一，因为要确定它的角度。是不是？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知道了坦克在军舰的北偏西方向，那北向西到底偏了多少呢？我们还需要一个准确的角度。那需要什么工具？量角器。现在就请你拿着你的量角器，量出这个角的度数，量完和你的旁边的同桌说说看是怎么量的。再来一次。
千子八。因为就算知道方向，但是具体要打多远，这个距离还是未知的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光知道角度、方向够不够？不够，还需要一个精准的距离。是实际30千米，所以说坦克与军舰的距离是120千米。怎么算的？30×4等于20千米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好。刚才我们利用了一个方向，结合了他们的距离，确定了坦克在军舰的北边西55度方向120千米处。现在，老师就往这个位置再打出第五炮，这次能打中吗？能。我们刚才做的这一整件事情，其实啊，都是在用方向和距离来确定位置。现在，我们还以军舰为观测点，你能找到点三和点四的具体位置吗？能。请你自己在练习纸上试一下。
这个量角器的中心点对准这个角的顶点，然后把零刻度线对准北和南方向，然后量出来是30度，然后写上30度，然后点三在军舰的北偏东方向180千米处，六乘30等于180千米。那180怎么来的？那个图实际距离。示范一下。实际距离605，图上距离，图上距离1厘米等于30千米。所以6×30等于180千米。啊，是图上距离6厘米，对不对？嗯嗯，得到180千米。所以点三在军舰的北偏东30度方向180千米处。说的完整吗？完整。点三的位置，点四的位置，点四的位置。来，叶子。我先点四在军舰的南偏西方向。嗯，其实老师观察到了，你先第一步做了什么？我先是拿军舰的位置连一条直线到点四。因为这里没有写，所以第一步先把这条线给它连起来。然后量角的时候，量角器的中心点对准图中的这个点，然后将零刻度线和南北的这条线对齐，量出来是40度。嗯，然后图上距离是3厘米，图上距离1厘米等于实际距离30千米，所以算出来是90千米处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好，掌声。好，刚才我们通过量的方法找到了点三和点四的具体位置。那现在，刚才我们以军舰作为观测点，现在如果以点四作为观测点的话，那么刚才的坦克在点四的什么位置呢？你看出来了吗？陆雨萌，点四在坦克的北偏西方向。来，谁来给他的说法有没有问题？有点问题。有。来，谁来帮帮忙？来，你来。坦克在点四北偏西15度方向，150千米处。同意吗？同意。这150千米怎么来的？是5×30等于150千米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正确。一要是坦克在点四的方向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我们刚才都是在说坦克，为什么描述坦克的语句？周乐雅，它观测点不同，一个是在军舰上面，就一个在军舰的位置观测的，一个是在点四的位置观测的。嗯，你观察的真细心。是呀，因为观测点变了，所以它描述的语句也就变了。其实我们这个确定位置不仅在军事中应用广泛，其实在我们的旅游当中啊也。这是一个南山风景区的平面图，以临风塔为观测点。你能填写下面的表格吗？能。现在你按照反面完成这张表格。
十的位置在临风塔的北偏东方向65度，图上距离4厘米，实际距离4×600除以1000等于2.4千米。嗯，他说的很完整，这个2.4啊，我们现在图上是比例尺上面它是单位是什么？米，所以我们就还要去换算，对不对？很细心。来，说声音。玉龙潭在临风塔的南偏东60度方向，图上距离2厘米，实际距离是1200米，也就是1.2千米。可以吗？可以，正确。飞霞阁在凌霄塔的南偏西60度方向，图上距离3厘米，实际距离1.8千米。怎么来？1.8千米怎么来？1.8就是3×600，对，再除以1000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正确。其实我们不仅在旅游当中有确定位置，它与我们的生活啊，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。瞧。这是一张我们苏州工业园区的部分体面地图，这是斜塘学校的位置，咱们翰林小学在这个位置，我们的友好学校新海小学在这个位置。来，通过这幅图你想了解什么呢？来，说说看。我想了解斜塘学校在翰林小学的什么位置？嗯，斜塘学校在翰林小学的什么位置？还有吗？钱子帆，我想知道星海小学在斜塘学校的什么方向？什么千米处？嗯，说得很完整，在斜塘学校的位置。还有吴欣莹，我想知道星海小学在翰林小学的什么位置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还有吗？黄学东，我想知道翰林小学在斜塘小学的什么位置？翰林在斜塘的位置。林兆义，我想知道翰林小学在星海小学的位置、角度还有千米，还有几千米。它的具体位置。最后一个，来，你来。我想知道斜塘学校在星海小学的什么位置？嗯。你们一下子说出了这么多的位置的问题，老师啊，就想请你们一起去找一找，如果把它们放在方格纸当中，你能找到它们具体的位置吗？来，不着急，咱们先来看看要求。来，温馨提示第一条，咱们男生来读，开始。必须回答以下如下的两个问题。女生来读。确定好观测点，画出方向十字图标。老师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想知道翰林小学在斜塘学校的什么位置，这个时候以谁为观测？一起说。斜塘学。斜塘学校为观测点，那我们就在斜塘学校上面画一个方向十字图标。我如果还想知道翰林小学在新海小学的什么位置，这个时候以谁为观测点？你说。那么我就要在新海小学上面画那个十字图标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三个，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。用方向和距离描述一所学校在另一所学校观测点的准确位置。你能找到他们的位置吗？我们两组选择五六两个问题。
对的。
校的南偏东方向35度。在斜塘学校的南偏东35度方向4000米处。翰林小学在新海小学的南偏东60度方向14000米处。其他两个小学同意他的说法吗？同意。非常好。啊，角度和距离都找准，找到他们的位置。来，邓俊阳。嗯，我选的问题是3和4。嗯。斜塘学校在新海小学的南偏东70度方向10000米处。嗯。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好，还有。斜塘学校在翰林小学的北偏西30度方向4000米处，有没有不同意见？嗯，没有。你说？我觉得是翰林小学，斜塘小学在翰林小学的北偏西35度方向4000米处。嗯，这里面角度好像量出来更接近35度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正确。还有一样两个问题，来，这位女生请来。新海小学在学堂学校的北偏西70度方向10000米处。嗯，正确。还有一个，新海小学在翰林小学的北偏西60度方向14000米处。嗯，同意吗？同意。非常好，你们啊真厉害，一下子找到了这么大的问题。咱们来看，对比新海小学在学堂学校的位置和学堂学校在新海小学的位置。对比这两个位置关系，你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吗？来，亲子班。他们的方向都是相对的。嗯。如果就是像一个是南偏东，那另一个就肯定是北偏西。还有吗？以及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。角方向是相对的，但是在那个方向里的角度他们是相同的。还有吗？以及他们的之间距离也是相对应的，相对应的一个是10千米，另一个也肯定是10千米，因为距离是不会变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两个它的位置变了没有？没有。两个它的定点没变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无论他们俩观测点位置互换的话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变的。对不对？好，刚才啊，我们一下子学了确定位置有关的所有内容。想想看，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呢？你学到什么？急着讲。我学会了确定位。怎么确定？嗯，就是先量出角度。嗯。然后再确定距离。量出角度，确定的是什么？方向。再量出距离。这是什么距离？我们先量图上，图上上面根据比例尺算出实际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嗯，很好。他说的我们确定位置的方法还有吗？李兆一，我还知道了，图上距离的1厘米和实际距离的1厘米怎么换算？也就是用到了我们的比例尺，是不是？还有吗？来，吴欣怡。我学到了北偏东和北偏西，还有南偏西和南偏西方向。是不是呀？我们以前只知道东北、西北、东南、西南，我们还知道这些方向可以叫做北偏西、北偏东。南偏西，对不对？很好。其实这些知识和方法在我们以后的生活当中也不断的被用到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同学们，确定位置在生活中应用的可广泛了。大海中确定这艘船舰航海的位置，军事中导弹确定炮击点的位置，飞机飞行时雷达的实时定位，在生活中
我们的汽车导航定位。地震时，官兵用生命探测仪确定生命信号的位置。人们用天文望远镜找到星象的位置等等。今天，我们会从平面图上找到物体所在的精准位置。在理论学习中，我们还会在立体空间中确定某个点的位置，为我们开启数学智慧大门提供一把又一把的金钥匙。